发生咗咩事？好似咩都唔记得咁嘅。 姑娘去咗边呢？姑娘唔好啊！你唔好埋嚟啊！你埋嚟我就跳落去噶啦！姑娘，生你成恶鬼，留位都尝试偷生啦，你又何必要自寻短见呢？ 夢回，夢見啲家人已經死曬，諗到自己一個人孤苦伶仃咯，我自己俾啲嘢鬼食埋，不如早啲死咗好過啊！唔好啊！唔好啊！你放開我！放開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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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对唔住啊！腰带去啦！你仲黐住人哋做咩？哦，千祈唔好吓埋你啊！头先我老都听姑娘你冇出个声，我以为姑娘你做傻事咋。虽然你冇咗屋企人系好惨，但系你仲有屋喺乡下可以栖身，点解你唔翻乡下啫？我乡下喺边关，由呢度去到边关路途遥远，只怕未翻到乡下，已经俾啲妖怪食咗啦。我莲香真系命苦啊！莲香，姑娘你真系叫莲香啊？和日为乡，咁姑娘你咪真系和女？你唔好埋嚟啦！嗱，你想埋嚟，我就冚住死俾你睇噶啦！哎，对唔住姑娘，系我一时开心得滞咋。嗱，咁啊，你数三声，三声之后咧，我哋就一齐翻埋原位。一言为定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听到我名字叫做莲香，就开心成咁嘅？因为你个名字改得好咯，姑娘啊，你乡喺边关啊嘛，我咁啱咧又去边关，不如我哋一齐上路，我送你翻屋企啊，大家顺便有个照应啊嘛。好啊好啊，
男寡女一齐上路，你仲话要照顾人哋添啊？姑娘啊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，在下并无其他用意，只不过我觉得我哋各自一个人上路咧都好危险，莫讲遇到妖怪啊，就算遇到坏人都好麻烦噶，就当下大家帮下大家啦。总之俾你讲到，唔跟住你都唔得啦。我哋读书人有豪气之言，姑娘啊，你放心啦，沿路上我会照顾你噶啦。死啊！啊！死啊！死啊！对唔住啊！姑娘，我冇心噶。贤亮，哥，你点搞噶？赖令欧为我怀个私生，你反而避咗佢。我最初以为引诱男人好容易，点知唔好讲咁多啦。我已经去过摩顶崖，根本就揾唔到部经书。今次你唯有再落力啲，去引诱个怀个私生。贤亮姑娘。今次就等阿哥成全你。莲香姑娘，睇怕今次都可以成事啦啩。我头晕啊！我好晕啊！莲香姑娘，你见点啊？莲香姑娘，你冇有事啊？莲香姑娘，你见点啊？哎呀，桑榕桑榕，这个时候你仲谂呢啲嘢嘅？什么什么，你唔好再引诱我啦！成人之危，非君之所为。苍天保佑，祈求莲香姑娘快啲醒翻，我要护送佢回乡，而我要继续上路去天灵寺。莲香姑娘，你醒翻啦？我攞翻啲衫俾你嘅啫。唔该。莲香姑娘啊，有伤在身。不如一齐我孭你上路啊！你孭我？唔使客气啦。唔怕喎，我够力噶。你够力？以前就或者唔够，不过而家我已经充满力量啦。呢种感觉好奇妙嘅啫。